有人来了。你怕看是吗？怕看。哦，曹班长，请吃早餐。试着想干嘛呀，公主？能不能帮我把椅子往前推一点？好。你硬盘有坏道了，开机这么慢。你老带个打火机干嘛？你对我的事儿这么有兴趣啊？你看看，还是那个网站需求。在我这儿项目有两种，普通的和特殊的，占的学分不一样。我给你报了特殊的。什么是特殊的？特殊的就是能挣钱的。占的钱会分给学生吗？想得美。听过校企合作中心吗？每个院都有吧，和外面的企业合作，不过听说效益都不太好。风书苗说管院赚的钱都只能交场地费和管理费。我们也一样啊，挣的钱都要和学校分。分多少？原来公主也想挣钱啊！我是冲着你这点钱来的。平时不是挺清高的吗？都是装的呗。和李老板比起来，那我可是自愧不如。这整个基地都是给你打工赚钱的，我充其量小巫见大巫，俗。再说一遍。误会了。再说一遍。误会了。说呀。你误会了。说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不是，我真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去上个厕所。别跑啊！你脱俗，舒小姐，我这人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挺好。有人来了。你怕看是我怕看。哦，曹班长，请吃早餐。我才不起呢。公主，过来。公主，拿东西过来坐。从今天起，你跟我的项目。什么项目？蓝冠。